你们在一起多久？明天就把你在一起把你，然后一直到第五年，就是他家人才知道我是谁。对，因为他们家人，从他读书开始就是反对这件事情，所以一开始我们一直就没有在他家人那边有承认，然后是一直到第五年，就是才有坦诚这件事，对，然后才有跟他家人有一些互动。就是我的手机都会随便他翻的那一种，对，所以有时候可能，然后我找那个朋友要套好，然后又要叫大家，我下班时间不可以回我讯息之类的，然后要记得把记录删掉那种，对，然后我们又有定位，然后所以你要去买东西干嘛，就想尽办法要找个理由，对啊，有点紧张。Hello， 一个人吗？我的副驾还有位置，要坐吗？Hello， 杨佩佩，想不到乖哥今天要跟你求婚吧？拜托，身为好朋友的我呢，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答应他，拜托！真的，真心为你们开心，因为其实八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其实这一路走来，其实酸甜苦辣都有，那也看在眼里。不会啦，不错啦，杨小乖可以啦，答应他哦。嗨。收到小乖要跟你求婚的讯息，真的很替你们开心。毕竟我们认识超过十年了，一起参与见证你们每个重要时刻，真的很开心。希望你们未来也要继续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对方，一定要幸福快乐的过每一天哦。我想你应该有参加我在看，但是你应该想不到今天这么多人，就是明天，就是我们八周年的日子。谢谢你，就是听完我班，就是这八年里面我们一起经历过了很多，然后我先谢谢你这八年对我的照顾，就是虽然你都是对我凶巴巴的，可是如果在生活上，我上回去的时候，你一定是第一个跳出来，是为我打抱不平的。虽然总是爱嫌我毛病一大堆，其实我
这个的并不是我收，我就是像我妈一样照三餐的照顾我关心我。然后我想要跟你讲说，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，就是只要有你在的地方，我都觉得可以给我满满的归属感跟安全感。然后最后我想跟你说，我爱你。这句我爱你不止，就是不止仅仅代表是我想要跟你一起度过更多快乐的时光，而是代表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旁。然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